全身都粘着那个慢走珠，然后跳进水里。会怎么样？会没爆炸？会爆炸？会爆炸？会爆炸？真的吗？完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哈。我不是那种老师，我怕他心里受创伤。好，来看到学习单的第15页。那个学习单还是有些同学没有交很多，麻烦要记得写作业哈。还可以交交。今天礼拜三啊，今天写吗？有人写吗？中午写好了哈，中午写下午交哈。干嘛？那带回去写，礼拜一交，好不好？带回去写，礼拜一交啊。那个，尤其是某些同学还写到拖而已啊。我这交到哪里去了？就写拖。到底哪些同学？啊，帮帮忙啊。还有一些同学写拖以前的，加油！大多数作业交的不错，这次真的交的不错。但是麻烦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在这就贿赂老师。但是拜托。多想想，多想想之后，就是说真的在写作业哈，如果你不懂，还是跟同学讨论一下，不要硬写，不要硬写，那也不要乱写。就你写东西很简单，我如果将来解释，你可以解释清楚。那表弟写是对的 ，OK？ 啊，我讲了，我的作业不仅有标准答案，重点是你写的什么东西要能够解释清楚。啊，不要自己写的东西，写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。那就是有问题。如果你写作业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，拜托不要硬写，不要硬写，跟同学讨论，旁边再写，好不好？有困难吗 ？OK， 非常好。那真的不要害怕说跟同学讨论，就是好像说我什么都不懂，被他发现了。你如果觉得跟同学讨论是困难的话，跟学长讨论。啊，多学，我们学校这么多学长，这么多优秀的学长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国立大学的学长，都跟他们讨论了，问问他们。如果你们可以把国立大学学生考倒的话，我全部加2点，好不好？两点而已哦，没有诱因的。好好好，这本来是没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找问题去问你学长学姐，可以把他们考倒的话来找我，好不好？结束的时候再。赢了，好，2点，剩下2大点。2小点。哎，学习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。好了，大灯都不加点，好不好？为我对好。啊，对，大灯要不加点，他才有那个努力的动力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是。你说。哦，对呀，对呀。现在已经是。你现在已经学姐了。对呀。啊，接下来会有很多学弟妹会来问你们问题啊。你就下学期吗？我看到表单是四个，两个吧。我不知道几个女生。两个中部。OK， 是你说。我想到，万一那些学弟学妹来问我问题，然后我……说多多的学姐说，说多多的学姐说，因为修一没有教好了。对。弄你修也丑。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上课。下了课的同学问问题，或者学弟妹问问题，或者自己彼此，或者甚至家长问问题，哦，这我没有学问，因为老师都不会教。对，我其实遇到这种都没有办法，因为真的老师能力也是有限，有时候是大家需要彼此配合啊。那我教我只能今天尽可能按照大多数的状况去教。那如果真的比如说大多数有问题就不问我，我也没办法知道你问题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要问你。啊？我问你。你有问我哪些？很多。他刚刚上课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我看你作业写起来都有问题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有问题这样来跟我讨论，你也没有来找我。有。你自己看我多少东西这样来找我，你也找我们，我自己看清楚哈。嗯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一个压力了，第一个压力哈。什么事情？你想选那个什么针筒？再讲一遍。你想选那个针筒是什么？针筒相机吗？我们那天不是有做过？我们有做过针筒成像。哎，安古定狗，你不是安古是 sorry， 定狗在想什么？我们没有做过，你说没有？我说有吗？那个意思就是没有啊。
我们要做大的孔跟小的孔，没有？我们重新做三个孔，没有？好，好像有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接受。世人都是善忘的。好利，要利。好利是什么？能量。利是能量吗？利。利是能量。利是能量。是。为什么你觉得利是能量？说好。因为利没有能量。那请问能量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质量的东西。没有质量的东西就是能量吗？不是，没有质量的东西。力量跟能量不一样。力量跟能量不太一样，我觉得不太一样。但是定狗说是一样，你可以请定狗说说看，力跟你觉得力是能量，你是大能量。那个玉涵有在听吗？有在听啊。他刚问什么你？他刚说什么你？他刚说什么？他刚说什么你？他说力就是能量对吧？他这样说，是不是啊？不要再去超你。他说力就是能量，那我要问的问题是，定狗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觉得力就是能量？因为就会让东西产生变化啊。让空气产生变化。让东西产生变化。你说力会让空气产生变化？你可以举个例吗？力怎么让空气产生变化？让东西。哦，力让东西产生变化。嗯。OK， 力让东西产生变化。力。我把它写下来啊，力是什么？好，现在定说它是能量，在让东西产生变化，这是你的理由嘛？让东西产生变化，所以它是能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同学，他提出一个说法，你们要挑战他，或者是你们同意也可以说同意。如果你挑战他，就要说出你的不同的想法。同意。想一想，同意啊？这么快就同意啊？他说什么？力是什么？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，你怎么同意他呢？能量。你同意，你要知道他说什么。同意。力是什么？力是一种现象，什么现象？现象。现象太笼统了。再讲一遍，可以让什么？可让改变螺旋因素。哎，这样讲太不具体了。你不是讲某些因素改变？什么因素？某些很多。哪些？哪位置？很多这样都哦，可以让位置。可让和因素，因素一定有位置。位置。形状。形状。改变。啊，力是一种现象，它可以让很多因素改变。叫现象吗？力是一种现象，你要讲啊，力是一种现象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我现在重复你的话，我是主席，我在重复你，我在归纳你的说法而已。力是一种现象，它可以让很多因素发生改变，这个因素包含像位置、像形状，可以让它改变。这是你的意思吧？嗯。OK。好。不用管他对或错，先不用管他对或错。我们现在在表达自己的意见嘛。我希望大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描述这个东西。力，我们一定要讲力嘛，不是吗？哎，你用力一点啦。为什么要用力一点？因为有肌肉。哎，你太用力了啦！为什么太用力？因为哎，你没有吃饭就没有力。因为都是能量。啊，都是能量，不是都是能量问题吗？能量，所以是能量嘛，所以力是一种能量。能量也是力气。他摸我胸部，色狼。你确定要告诉他吗？我可以受理哦。啊？你要告诉他，我可以受理。不好意思。明你在笑什么？明你在笑什么？有刚刚有笑，我看到了。有力跟没有力是什么差别？对呀。
想想看，或者力，这东西有力的作用，它会产生什么效果？会产生什么效果？会产生什么效应？没有力的作用，它会产生什么效应？就是你去想想看，这之间的差别，有力跟没力的差别是什么？有力在作用跟没有力在作用的差别是什么？就能量吗？就能量吗？发出能量。啊？发出能量。力发出能量。力可以发出能量，力就是能量。力它可以发出能量，那什么是能量？那是神。就是。这些很神奇的东西，能量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。我们才刚教完能量啊，我们就能教这种能量了，教过一种能量，哇，我们教过一种能量，热量，我们教过一种热量，对不对？热量，我们教过热量，热量就是能量嘛，哈，就卡，对不对？就是卡卡嘛，哈，就卡。好，所以力是一种能量，sorry， 力是一种能量。对不对，大众？你觉得力是一种能量？啊，力可以有什么效果？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受力了，它什么效果？接收能量。什么效果呢？压缩。压缩，就是变形，对不对？从形状改变。还有嘞？我如果受力，它会被拿起来。被拿起来，会改变。还有嘞？它如果受力。还有别的，还有别的，还有别的。热。啊？热。你知道吗？它不见是能量，因为能量范围更广。假设我把它放在这边，我给它加热，请问它形状改变？没有。它不会改变。啊？形状改变啊，热胀冷缩一点点啊，热胀冷缩一点点。那我们先姑且不计。它起什么改变点？为什么改变？会，为什么改变？因为在我们不考虑热胀冷缩的情况之下，为什么改变？不改。没有改变。好，请问它们能量？有。能量有增加？有。它接收能量，能量也增加了，可是它的位置跟形状都没有改变。请问它们受力？有。所以加热是一种力哦，你的意思是这样子？是。好 ，OK， 好。其实你这样想，你可以把，如果说你假设能量的话，我可以接受，那它就是种力。啊，可惜我们现在不把力当成能量，因为它跟这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受了力，它可能砰破掉了，情况改变，它可能位置改变，对不对？我把它丢出去，是有施力给它，它位置改变了，速度改变了，这都是受力。啊，当然受了力之后，它能量改变。但是我如果单纯给能量，它不见得会有这些改变哦，位置、形状这些可能会有改变。所以力可以很清楚，力跟能量是不一样的东西。那力是什么？哪里是什么？哪里是？啊，力很简单，就是我刚讲的东西，就是给它很多位置，让形状改变的。安置并不错，不是安置，安不错的。是一种现象，力是一种，其实力是一种媒介，力是一种媒介。啊、在干什么？抓痒。抓痒。摸摸啦。是谁啦？在干什么？上课嘞。我有录影哎。抓痒，我刚刚。进，我们可以。抓痒。啊，好，客气一点，客气好不好？这样上课请客气。对，才能上课请客气。这样子我都有时候都脸成对着上课，这样很麻烦。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有受力，有受力这个事情，所以你就看到你的脚很怪哦 ，OK？ 哎，从摄影机的角度，你的脚放在刚好脸前面，很怪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受力很简单，它就是会发生形状改变啊，位置改变啊，运动状态改变。那我就打个这现象不对。没有，我没有说现象不对啊，这现象这种说法。我有些现象，对对对，答对。等一下，不久，你要把这个接上去。媒介，这种媒力是传递能量的媒介，力是传递能量的媒介。我能量要给这个手机，有一个方式，我可以加温嘛，加温出能量给它了，所以给它温度的改变也是一种媒介啊，我可以把能量传进去。另外做法，如果给它施力。
我施力，它能量会改变，懂吗？所以力也是传递能量的媒介 ，OK？ 力是传递能量的媒介。要急着写啊，先参与讨论，先思考，想一想，回去再写就好了。你现在写就没有在想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些东西哦，他一直抄哦，他就没有想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状况，以前那个我大学唯一治好的一件事情，我本来想说我可以每个都及格，然后从来没有不及格过。大学的时候，就我到三年级就破功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一个老师，他上课第一件事，我上课哈、哦，就要求每个同学都要交笔，都要写笔记，都要抄笔记，而且笔记要拿回来改，笔记的分数占70%。痛。然后那时候没有影印机，也没照相机，就上课拼命抄，拼命抄。他讲什么，上他黑板写什么，就来抄什么，一直抄抄抄。那我写字速度很慢，我写字又丑。哎，有人画个画哈、哦。其实还可以啊。他画个画，我们就赶快画画，那我们就画他讲，然后他画。画这边来，我看看脚画不下怎么办？重画，时间根本不够。哎、欸，那是肥皂水。哦。而且上课不要做这些事情啊。好可怜哦。你那个，我还是觉得啦，你可以稍微投入一点，因为我不担心为什么你会觉得无聊。其实这些事情其实蛮有趣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觉得蛮有趣的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就我觉得蛮可惜的。啊，所以在抄笔记的过程当中，你没办法思考。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，除非你抄笔记可以思考，那就可以抄笔记。啊，有时候你抄东西会帮助你思考，帮助你记忆。但是如果你不能做这件事情，我建议你抄笔记。那如果你不能做一件，不能做这件事情，我建议你参与讨论是最快学习的方法。好，参与讨论。好。所以 D 呢？我们可以说，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种现象，它是一种能传递能量的一种媒介，它可以造成的效应就是让一个物体的位置改变，让一个物体的能量增加，让一个物体的形状改变，让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改变。我讲那么多都没有理由，有没有陌生名词？有。哪些？我不知道，你讲。我再讲一遍吗？你都没在听啊。所以力是什么？我们来归纳一下，力是什么？力是那个能量的媒介。是传递能量的媒介，它可以让物体的什么？形状改变。位置改变。运动状态改变。有问题？什么是运动状态？就是在跑还是在走 ？OK， 它的速度是多少？就是一种运动状态。好，它是速度是多少？就是一种运动状态。好，所以。假设问你自己，受力的感觉是什么？受力。啊。哦，会痛的。痛啥咪？啊、哦，所以你被打到就会痛，被猫一拳，啪，你就痛。没有猫。被狗一拳。我没有。啊、哦，会痛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打用力一点，骨头会断掉，会更痛，对。好，那力怎么运用？用在哪里？打人啊，就打人啊。厉害用在哪里？揍人。就用在揍人，怎么都是打人跟揍人，他用在哪里？推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听过事情啊，他说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堂课大概90分钟，我们在以前的人文一堂课90分钟。对对对，那时候就会发现呢、啊，有些同学上到大概30分钟之后就开始，尤其小孩子啊，上到30分钟开始，太扭曲变形，开始做武术，开始。那有时候我就很纳闷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还会有专注力的差异性？后来有个老师跟我讲，有个辅导老师跟我讲，其实啊，这跟你的体能有关系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光是维持做好这件事情，有没有在用力？有。你在用力啊、哦！你要让你肌肉紧绷，部分紧绷，部分收缩，你才有办法维持你坐着的姿势，对吧？可是你坐久了之后呢，你的肌肉会累，会累。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体能的时候呢，他坐久了就会累。然后累了就开始变换姿势，开始扭曲，开始变形。但他不会讲，宝宝痛苦他不会讲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开始动来动去，或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。好、哦，那时候他就会不专心，我们讲的不专心。那事实上是因为他累了。好、哦，所以用力用在哪里？力光是用在维持你的姿势也是一种用。好、哦，力也可以用在维持你的姿势。那力会用在哪里？你什么时候用力？打架的时候，不要打架了嘛！说打架跟揍人都要什么时候你用力？洗碗。啊，洗碗都用力，为什么洗碗要用力？因为你要拿洗碗。
好，拿起碗盘，把碗拖来拖去。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改变位置？我把碗拿过来，是不是改变位置？我再拿那个菜锅布在里面搓洗，是不是改变位置？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用力吧，对吧？所以是不是可以刚刚拿到这两个东西？我菜锅布沾了那个肥皂，把它捏一捏，是不是改变形状？差不多了。还有什么需要用力？很多。还有哪些嘛？再举例，很多就举例嘛，很多就举三十个例。讲话什么需要用力？因为需要有 voice， 需要那个对啊。震动，震动是改变什么？改变声带的位置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急速的改变你声带的位置嘛，所以你是让你的肌肉在不断收缩、放开、收缩、放开、收缩、放开，在改变你肌肉的位置嘛。用力思考，用力思考，哎，也算哦。那是一种想象，那是一种想象力。可是想也会累啊，想会也会累，那也是一种想象力。真的吗？有多想不懂。其实这部分就是比较是我们模糊的精神，它跟我们真正的利益的世界不太一样。就好像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全身耗最多能量的地方是哪里？大脑，它代耗了70%能量。你想它到底干嘛？那耗这么多能量，有没有温度增加？没有。有没有位置改变？没有。有没有形状改变？没有。也没有啊。那是你在想会这样，别人在想不会这样子啊。里面有什么改变不知道，会整体接受。对，所以其实你要知道，这些东西在改变的过程当中，它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明显，它不是力的世界，它不是我们思考的力的世界，它是一种属于生理的范围的东西，生理范畴的东西，那东西在改变是什么你不知道。好，目前没有研究的非常透彻，说它到底为什么消耗那么多能量，只是说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它确实会消耗能量啊。好。那力有哪一种？如果简单的分，我们简单的分配啊，力有两种，简单的分配，力有两种，压力，一种叫接触力，一种叫非接触力。如果以用名词来解释，接触力跟非接触力怎么分别？有介质和没介质。有介质跟没介质 ，OK， 好，有接触跟非接触。好，可以举个例吗？接触力有哪些？好，这是接触力。还有呢？这跟那个是一样的啦，只是你拍你自己没有意思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故意拍他啊。接触力，还有嘞，什么？接触力有哪些？推拉都是接触力，还有嘞？推跟拉不一定是接触力哦，推跟拉也有可能是非接触力哦。哪些是推跟拉和非接触力？在干嘛啦？我这个。不是非接触力。有风 OK， 风其实接触力啊，是因为推动风气就是波，对不对？非接触力不就是波？压力。请问一下哈，我人在地球上，地心引力对我吸引能力是接触力还是非接触力？非接触力啊。那谁在吸引？地心引力。引力啊，就是两个力量之间互相吸引。接触力吗？没有啊，它没有碰到。你在，就算我在空中，它有吸我啊。影响。我在空中，它也吸着我啊，不是吗？你看这粉笔啊，往上抛，为什么掉下来？那你在地上的时候不就是接触力吗？但是我们讲的惯有力这件事情是非接触力，它不需要一定要接触才能够传导。对吧？不需要一定要接触才能够传导。可是我要推安骨，我是不是要推到它才能够把它推动？不会动。如果会的话，它就是非接触力。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它就是必须接触力，对不对？我要打到大中，我一定要打到它嘛，它才会痛嘛。我可以说，让它心痛。非接触力，你看，心痛。以前有个故事，他是非接触力，他说他去上山砍柴，突然觉得心很痛，他想起来说啊，可能是妈妈在家里有事情找我，就赶快回家。果然是因为他妈妈有债主来讨钱，他没有钱，妈妈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妈妈就咬了手指头，就他儿子在山上觉得心很痛，就回家了，就是被接触力。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没有。没听过这个故事？有，这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你们小学没听过？这个有讲过。我讲过了。
想过了，真的。只有大家都没有想过。是是是，对，大家。那好像想过。啊，非接触力还有哪些？非接触力还有哪些？压力。你们都学过的，压力不是力哦。电磁波。压力不是力。电磁波是什么？电磁波是力吗？电磁波是力吗？光是力吗？光是力吗？光不是力哦，光是能量啊。电磁波是能量。什么是力？什么是非接触力？你们学过的，还有学过的。错，啊，热不是力啊，热是能量的表现啊。你们学过的，什么？风是什么？就是看自己身上的啦。风是什么？风。玉涵，你有在听吗？说一个，非接触力，把同学给吓死。对啊，风非接触力。非什么？风是什么？风是力，为什么风是力？风是空气流动的现象啊。风是空气流动的现象，那你这样讲，我如果一个石头飞过去，我说它在受力吗？这受力飞出去的。那是受力飞出去啊，可是它现在风正在吹，跟石头正在飞，其他的过程有受力吗？不见得受力哦，不见得受力。对。非接触力，你们学过的，大成教的。陈大成。谁是陈大成？电。什么？电。电子非常好。电子。电子跟谁吸引？跟什么？跟电子吸引。电子跟电子吸引。谁教的？大成教的。我马上打电话给他。教的。电子跟谁吸引？电子要跟谁吸引？电子在怎么电？电子在怎么电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说。你有二分之一的几率的。对面二分之一对，不带电，电子在怎么电？命？他说什么？先说什么？电子在什么电？负电。负电在什么电？对，电子在负电上 ，negative。正电。那电子会被谁吸引？中子。中子在什么电？中子没有电。中子没有电了，质子带正电了。哦，所以质子在正电，负电在旁边跑来跑去，为什么它不跑掉？因为它喜欢它。他们讲，它被吸引嘛，这叫静电力啊，它被吸引，它被吸引的嘛，它被正电吸引，所以电子会在质子旁边跑来跑去啊。我是为谁会讲？啊，我。行啊，这有没有接触？这有没有接触？没有，没有接触，这叫做非接触力。啊，非接触力，最后一种非接触力是什么？磁场。磁场。对对对。非常好，真的。磁场。我好会猜哦。磁力。我好会猜哦。你们学过吗？磁力。至少没有学过碰过嘛？有没有看过磁铁？有。磁铁在吸引需不要接触？不要。不需要。不需要嘛？这叫做非接触力。非接触力大概有三种，第一种是。第一种是。引力。万有引力。第二种是。磁力，第三种是。第二种是那个电子的力。没有关系啊，第二、第三都可以的。他现在讲第二是。不行，他怎么讲第二个是？他故意的。谁要点我？漫画没有。好，第一个是万有引力，第二个是电力，第三个是磁力啊，第三个是非接触力。非接触力啊，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接触力。接触力，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有一种是什么？刚大东从那边坐轮椅过来的时候，他用了非常多这个力，是什么力？摩擦力。摩擦力。摩擦力。我好会猜哦。你好会猜哦。都是东西力也丑的。那个定狗真的是有学习自然科学的本钱，太会猜了。我跟你讲，会猜是一种，会猜是一种能力哦，能力一种强的能力。我以为说一些猜能力。啊，会猜是一种大能力哦，很多事情要做之前哦，都是需要猜。我电子也是猜的。你也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你要吗？力呀、啊，放着，谢谢你。力，这两天讨论东西在英文上叫做 force。force。跟这个猜的这个能力不一样，这个力虽然有个力，但它不是 force， 它是什么？这英文叫什么？英文。那你？英文叫那你。
还有什么？啊 ？Energy 不是 energy 是能量 ，energy 是能量哦。我们在学英文吗？英文 ，OK，energy。Dinosaur 不是不是。火刚的手。啊？火刚的手。什么叫火刚的手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叫火刚的手。那是我记住的。火刚的手没听过。能力是什么？能力是英文什么？不是这样。来，猜得上来，虽然这是英文，我也加一点。来，啊，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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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拼拼看吧。你拼拼看。想象。想象 ，imagination 那是想象力 ，imagination。那不是不是能力，我想能力是什么？能力这个字。哎，但我在偷抄的哦。能力这个字。哎，所以这个可以用吗？我告诉你。咖啡粉。错。你查汉语字典呢，会有问题是你查不见会用吗？你查不见。Ability 是能力。Ability 从哪边来的 ？Ability 是从 Able。Able 是什么 ？Able 是可以。Able。我可以做什么 ？I'm able to swim。我可以游泳，这是我的能力。所以 Ability 是能力的意思，它从这边转换过来的。好 ，Able。同一个意思。啊。好。好。好，所以能力不是力哈。能力表示说你有种本能去做的事情。好了，那怎么测量你的大小呢？这个力打得我好痛哦！哎，这轻轻打一下没关系。对啊。怎么测量？重量。重量怎么说看？喂，所以哦，重量怎么说？给的力气多大？给的力气多大？他跟着他改变的改变多少啊？喂。改变什么？改变多少？形状位置或形状改变多少？具体一点，这样我就不知道怎么测量。具体一点。速度打一个年。所以好，简单来讲，我把这往上抛，用这往上抛，我们可以分辨出力的大小。然后那个改变。哦，改变比较多是能量大，可是这东西，我可总不能说任何力说来你丢丢看，是这样吗？那力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测量方法？施力的速度。那比较容易测量吗？我讲是容易测量，我们测量就会容易嘛，容易测量力的大小。怎么测量力的大小？怎么测量力的大小？我们先叫第一种。好，我们先再把问题 focus 小一点好了。怎么测量引力的大小？好，这很清楚嘛。引力，用苹果啊。啊，对不起，就两个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把脚放下来。怎么测量引力的大小？苹果啊，啊？苹果。要苹果。苹果怎么测量大小？掉多快？先要先设一个标准。对，设标准。它掉多快？然后讲清楚一点，讲清楚一点，讲清楚一点。先拿一个苹果，一个苹果。七问到这边哦。我会发现会最大问题是你没有预习啊，其实课本这些都有讲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哈，你需要猜猜看的能力，但是不能因为我没有猜猜看的能力，所以我都不用预习，我全部用来猜猜看。大家习惯上就用猜猜看，你知道吗？在中文有一个叫做“学而不思则”，则殆，因为我们思而不学则则死，思而不学则罔。往迷惘的往死，你如果只有学啊，老听老师讲就不去思考，那你那个字怎么讲？怠怎么说？怠的意思是什么？怠惰。怠惰。啊，其实也是没有进步的意思，这两个都不好。思而不学，你没有自己先看哦，你只是一直在想，其实想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所以没有办法进步，有了迷惘。所以啊，拜托要预习。有些预习你预习过了会减少我们这样子猜猜看的时间，好，你预习过了，你的 base one 多一点，你在猜的能力就增加，猜的能力很好，但你要猜的能力更好，要怎么办？你要让你自己猜的能力更好，要怎么办？要先学习一些东西，你学习的东西越多，你学过的东西越多，你猜的能力就越强，
你猜的能力越强，你去面对未来就更有能力，懂意思吗？大东。我知道。啊，所以拜托，先预习哈，拿给我。是吧？他去了。最后一局。没关系哈，那个，他说怎么测能力的大小，引力的大小怎么测？我们就观察嘛，所有东西的变化跟力都有关系的是什么？跟力和质量。再说清楚，质量怎么跟力产生变化？重量怎么样？重量怎么样？这个跟这个比。这个跟这个比什么比？两个一起放。两个一起放。它定的时候到达终点的时候，看起来比较快一点。没有，那是测重量而已啊。徐宇，说说看，今天比较沉默。怎么测？你观察过什么现象？线条。巴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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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观察这个现象。你要不要说说看？力。听过啊。力可以干什么？有一个人叫做胡克，胡克，胡克定律，啊，胡克定律，你看，胡克定律什么？胡克定律这个，课本有，课本有吗？你有预习过非常好，馆长有预习过吗？好，加一点，大东加一点。西高峰，你刚刚明明有读，什么都不回答。这就是叫做隐藏实力。大家都在那边听课，是他们，他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做实验是吧？对，啊、我们要找替代你的人。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打法。打人。没有关系啦，我们的设备，或者人家十几年前留下的设备，我们勉强用一下。就是，那个我们的位置这样排嘛，但是要移动到哪去都有点困难。哎，那边有，下课了。对啊，下课了。好，给我几秒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再几秒。我赶快关掉。爸爸，你有钱。爸爸，那一盒砝码，黄色的砝码过来，看得到吗？黄色的砝码，黄色的砝码。别多赚钱。那就那个，那就那个。要么就说弹簧嘞。你爸拿一盒过来。不是用弹簧来量的。是用弹簧来量。我不要钱。你刚才讲吗？我根本就不用弹簧，就想说要怎么测。啊，你看到、哦？你看到、哦？放两个弹簧嘛，它拉长的长度。我放三个砝码，它拉长的长度。我又想。我放四个砝码，拉长的长度。好，够了，这样子够了，再弄多快点。我也想到。他发现什么事情？哦，对了。越多砝码越长。对，他发现越多砝码拉的长度越长。他发现的原来拉长的长度跟我放的重量成正比。那请问这个砝码有没有受力？有。受什么力？地心力。受地心力。所以一颗砝码受一个地心力，两个砝码呢？两个地心力。就两倍的地心力。三个砝码呢？三倍。三倍的地心力。所以是受的力跟长度就有关系了。有。所以他就用这种关系把它找出来之后呢，他就可以用弹簧去测一个。假如先拿一个别的东西放上去，或拉长个长度。我现在可以用这比例关系找到我这个东西是多少力？可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，懂意思吗？好，简单画个图哈。我也想这样。一个砝码拉长的长度这么多，两个砝码拉长的长度这么多，三个砝码拉长的长度这么多，四个砝码拉长的长度这么多。好，假设。我现在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多重，我给它放进去，它拉长长在这里，请问它多重？2.5公斤。它介于二跟三之间嘛？对。是不是可以找它重量？OK。它能这样没有测到引力啊？它没有测引力，不知道它测什么。它测到一个力嘛？我建议一个未知的东西放在这边，它测一个力嘛，让弹簧拉长。他受的力是受什么力？
地球对那拉的引力，对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好，下一个。所以。Yes。我们要换到下一本。对。要换到下一本。不是，本来就下下一本。今天没有换到下一本吗？早就下一本了。二项的第六章啊！他现在二项，早就开一本。你们现在早就上二项啦。早就二项。上一个还是二项的？我那个热还是？哦，热还是二项的？啊，对，热还是二项，对对对。Yes。借我一下，会确实。OK。他很会，因为也老是演。全世界诉说。